开始吧，你说你今天要拼个什么呀？我要拼个马。今天拼个小马。对，就是电视上的刚才演的马。好吧。拿起来，拿这样看看，放到这个，拿着我看看，放这里看看，
他怎么老是低头呀？肯定是他太重了。那你给他加个尾巴，应该就行了吧？加个尾巴不好看了。不好看了。对。那这样他待不住啊。好吧。行了吗？